近日，杨子现身机场，当天他身穿黑白条纹 T 恤，搭配卡通印花的点缀，将可爱的俏皮更好的凸显出来。浅灰色水洗牛仔长裙，下摆是比较自然的毛边设计，牛仔裙腰部还有一个类似挂牌的设计，也是很显个性又吸睛的。中间带一排纽扣的牛仔长裙是非常经典又不失个性的款式，脚踩黑白拼接款的帆布鞋正好完美呼应上衣搭配。这些年杨子的衣品进步了不止一点点，上衣搭配利用了当下流行的叠搭穿法，黑色长袖衫打底，外面搭配黑白经典条纹短袖 T 恤，非常有层次感，也很显运动范儿。条纹衫上还有个金发公主的卡通图案，可以说不论是图案还是配色都特别童趣显活力感，整体减龄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